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这些美景啊，你在城里都是看不到的。我连那死倔的老牦牛都能把它制住，还差它这一个。心都大着呢。这是咱们乡里的车，更适合咱们那儿的路况。还有多远？很快，越来越近了，还能走2小时。快了，这回真的是快了。我真服了你了。咱们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怎么感觉你有事瞒着我呀？皮乐村啊。 皮乐村到底什么样啊？还是保留点神秘感吧。好吧，拼车不拼体力第一名。这附近有救援吗？这就是皮乐村，连着天山、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，是这一众雄山，在这里打个死结的地方。死结？这环境也气人了，不会吧？网都没有。这儿的一切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，这完全是一个被世界隔绝的角落。 你们村真的不需要我这样的人。你再待几天，到时候你想走，我不拦着。不用送了吧？走吧。越困难，越要靠读书改变命运。现在路也通了，网也通了，你觉得我留在这里不好吗？年轻人还是应该去大城市发展。现在，升国旗，祖国歌。